外套戴帽子，双手不断摇晃，像是在说拜托。他是内湖强鲁女童的周姓男子。如同案事发第二天，不少家长人心惶惶，警方事后在台大医院找到人。周姓男子在内湖一处社区担任泳池救生员，工作不到半年时间，看起来没什么异常，每天从新北市住家通车往返。他们也是觉得很可怕，怎么可以就这样当街就是抓着那个周姓男子住在新北市山峡这一处公寓，上楼敲门，连室友也没人应门，就怕发生社会事件。邻居得知乳头男子就是他，人人自危。怕怕大家嘛惊到要害去，这要坐咧出租公叫讲忙躲这款啦，躲这款我今下就起笑。哦，就惊的吼。系啊，你不知哦，不过大家拢有瘾啊。也常不关门啊，都常被我骂，也都不理人啊，就是怪怪的。饭后，周姓男子还跟朋友说自己被脑控，还扯到秘密实验，如今被起底。他先前时常骚扰前女友，女方因此申请家暴令，他心有不甘，还曾索讨交往期间的费用。有时明坐几啊点钟去坐去求，为着左眼啊，我刺激到的，我边啊呢。周姓男子老家亲戚透露，他当完兵之后似乎曾经在感情上受过刺激，之后北上就很少再回家，如今犯下乳童案件，让他们难以置信。三立新闻李维婷马玉文新北市报道。